我们十秒钟的连线哈，已经开始了吗？倒数哦，倒数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开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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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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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
一起帮我们颁发这个我们的礼物。那我们待会儿呢，邀请芝芝最后再来颁发我们每个人都有参加奖。好，其实我们这次呢，真的就是这个趣味活动，就是要让大家知道，其实呢，大家都可以利用投篮机，大家就可以做公益。然后其实大家可以看到，每一个人都超强的，其实都超越一般人投篮机的水准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我们请我们钟姐来帮我们颁发我们的这个奖品。来，钟姐，我们颁发给我们来到台前好不好？来，钟姐帮我们颁发给我们纪豪队的这个唯一的女生，我们的玉伟，还有我们在60秒就投了100多分的纹身，好不好？队长都傻眼了。好，来来，一样的，我们要颁发我们的钟贤，还有我们非常努力的玉成。好，这边呢，我们也请芝芝来帮我们颁发我们的这个篮球。好，来，好，那一样哦，这边我要来问一下大家哈，有没有人要？有没有人自愿要来发表一下的？玉成有没有？你刚才非常的激动哦，来讲一下话好不好？你觉得刚才有很有力吗？那个可以再表现很好，我会支持努力，加油！好，加油！好，来来，我们让我们要不要讲一下？欸，其实我们这个钟贤得过非常多奖牌，对不对？对，来来来，讲一下刚才心得。各位大家好，我是钟贤。你好。我得6个奖牌。很厉害哦，是在我们的这个难得好天天，有得了6个奖牌。是在难得好天天得了6个奖牌。那刚才投篮机，你觉得你投的怎么样？还好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我们来让我们的这个纹身来发表一下。等一下，你只要告诉我们你怎么样，你是因为很多练习，还是因为你本来就很会投投篮机？你只要跟大家讲这个，你是怎么样？没关系。之前有长投是不是，所以才会这样？没有，可以看到你刚刚在投的时候，看到我们这个球星的眼中，他整个皱眉头，他觉得太夸张了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是不是？我们让唯一的女生来讲一下，你刚刚也投得非常的好吼，来，有没有什么心得？是不是也常练习？有，很喜欢打篮球，对不对？对，我真的喜欢打篮球。因为我刚才有看到你有一个奖牌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我也喜欢运动，也很喜欢运动，我也知道大家也喜欢吗？好，谢谢玉伟，那我们是不是再自己掌声？真的谢谢哈，我们这四位非常厉害的这个队员，也谢谢我们的队长。